昨天我们说的是读书的人，今天来说做书的人，也就是我所见到的出版行业。前几天有一位导演对我说，几百年来人类的文化活动是围绕着出版业展开的。比如他拍电影是先从书上获得思想，从文学作品里产生对于人物的视觉想象。我也听过做戏剧、搞艺术的人这样说，大家都对于书籍充满了感激。我们当然感激那些做书的人，书籍这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之物的一点一滴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才逐渐成型的。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出什么书、怎么出书，来自于他们的选择和坚持，乃至是抵抗和制衡。不过我也不盲目敬仰，就算是同样一本书，经过好编辑，可以让你见到了就心生喜悦，乃至是庄严。而糟糕的封面和文案会让你尴尬到不好意思把这本书拿出来。比如有些定价很高的硬壳精装书，用的却是并不匹配的轻型纸，基本的工艺也不合格，书还没看完一遍就散架了。还比如我在城邦里曾经吐槽了一本最近出版的经典外国小说，我不喜欢那种纯粹出于营销策略的封面设计，也许只是个人偏好。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编辑居然连译者的名字都不放在封面上了？这是对翻译工作的起码尊重，也是我们读者选购的基本依据。我是拆开封套，才在版权页上找到了已故翻译家孙仲旭被印得很小很小的名字。更让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书几乎是在推动书籍的消失，在抵消那些堂吉诃德式的同行们的努力。我们无能为力的是，世界一定会选择传播带宽最高的信息媒介。在之前的时代，书籍的优势是传播带宽，而在今天，它的优势已经变成了阅读纸质书的那份专注，是作者和读者之间更深刻的相互激发，以及书籍这种物体形式本身带给我们的综合体验。要是做书的人只对销售数字感兴趣，那就不如专注的去做流量了。我这不是气话，营销和做出一本好书来并不矛盾。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第四集是《出版人的日与夜》，采访的第一位出版人是读库的创始人老六。读库的出品质量是读者心目中的标杆，选题、编辑、纸张、装帧、版式、设计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每期340页的平装本读库，大小适合放在上衣口袋里，是一只手端着最舒服的开本和重量，不管看多久也不会翻着翻着就散架了。读库今年也做了自己的手机 APP。 老六说，读库的常年订户已经苦于没地方放这么多书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在都市里漂泊、时时搬家的年轻人。纸质书其实只是出版的皮相，而不是其灵魂。如今这个时代，物质层面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拥有与享有成为两个层级的概念，前沿科技也许就同时融为了传统出版的一部分。他的这个 APP 的设计守则是不打扰安装者，就像读库的出版守则是我们把书做好，等待您来发现，这是安静得体的自尊。在纪录片里，老六说，我就是商人，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挣钱，战战兢兢，不敢怠慢，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其实我听他说过自己的梦想，有一大一小之分。大的那个是这辈子能够做出一本成为人类文明基石的书，虽然明知道不可能，那种地位的书千百年来不过几十本，而且当时的人未必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基石。当然，后世也不大可能记得最初的那位编辑是谁。小的那个好像是想做一本没有错字的书，要不就是错字控制在三个以内，至今也没有实现。我们不觉得这有多难，是因为编辑眼里的错字是我们看不出来的。编辑这份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前一段时间，我请我的三位编辑朋友来聊这件事儿。他们是单向街出版业务的负责人罗丹尼，创立了出版品牌祝客文化的陈凌云和王家胜。他们在著名出版机构理想国做过10多年的同事。家胜一直都是我的编辑。他说，做书的起点和难点当然是发现一个好选题。对于什么是好选题的界定，又要看是哪一个类型的出版机构和编辑。那些财力雄厚的，或者以马洋，也就是账面销售数字为首要指标的出版机构，策略是掐尖儿。也就是选最热门的品类里最头部的作者，或者去争取海外畅销书的版权引进。2年以前，他和陈凌云一起创业成立祝客文化，就是想回避这场掐尖的游戏，按照自己的标准和节奏做自己喜欢的书。他们几乎是意外地做出了一些畅销书，又挖掘了很多原本默默无闻又相当成熟的小说家，做了很多因为是无法把握销量而被拒绝的社科类选题。这是把做书这件事儿被颠倒的价值再颠倒了回来。只要能够看到一本好书摆在书架上，编辑的心里就会觉得喜悦，这种喜悦本身就是价值，而能赚钱当然更好。我作为作者就是被家胜发掘的，本来我只在博客上写写东西，没想过要投稿或者出书。当年他给我留言和发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大可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专做大部头正经书的人，比如理想国 ME 丛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以及阿姆斯特朗的那本《轴心时代》，不该做我这种不正经的作者。按他的话说，这来自一种意外的机制。编辑从投稿里找到选题的概率只有10分之1到50分之1，
他们反而会主动到一些平台上寻找感兴趣的作者，作者的风格也许就是编辑的风格。你不能说之前拒绝过 J.K. 罗琳的那些编辑就是没有眼力，只是他们的风格不一样。西方的出版界类似于艺术圈，编辑掌管的权力类似于策展人和画廊老板，对于作者的命运影响很大。所以你也听出来了，我成为一个职业的作者是我的编辑王家胜的意外产物。做自己感兴趣的书，这句话里藏着一个编辑的职业秘密。比如我知道很多的编辑都羡慕罗丹尼，说为什么他总是能够做出来受市场和文学圈共同关注的小说。光是他这几年编辑的小说，按我的不完全记忆，就有刘天昭、双雪涛、苏芳、班宇、东东锵、陈春成和李诞的作品。我想原因就是古典在拆掉思维里的墙里所说的，如果你只把做书当成职业，投入的就是职业态度，那会做到很合格，但是你比不上把它当成极限运动总是投入激情的同行。我既熟悉丹尼，也熟悉他的很多作者，可以提供一个参考。作者尤其是写小说的，整个写作状态就像是下蛋的母鸡，下蛋期间神经紧张、孤独、躁狂和抑郁交替，可能他们还不如母鸡，因为母鸡的肚子里确实还有一只蛋，而作者其实不确定肚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一会儿他会觉得自己写的就是传世经典，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塌糊涂。在这个过程里，只有编辑能够帮到他，能既给他抚慰，又给他真实客观的建议。在这么敏感的状态下，责任编辑到底是真正关爱自己，还是只把自己当成了一项工作内容，一个市场的预期数字？敏感的小说家心里是清楚得很的。我现在有了一些采访经验，不能让丹尼回答比较喜欢自己编辑的哪一本书这种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问题，所以请他来讲一讲最难忘的编辑经历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理由是那是一个完全未知的过程。他是社会学专业博士，熟悉相标的人类学研究，他发现相标总是能把具体的问题放到学术维度里，又用一种活生生的方法来讨论，觉得只出一本论文集是没法体现这种特质的，就想出来用对话录的方式动态的呈现相标的思想特征。那么就要为他寻找一个既有重合又不一样的谈话对象，最后确定的是相标的北大师弟作家吴奇。假如我是出版社老板，恐怕不会同意这么一个耗时两三年目标不明确的项目，而且吴奇做这本书的经历足够写一本自己的作品了。罗丹尼几乎是参与了两个人在国内的所有对谈，从前期的策划到后面的编辑和筛选，从头设计思路，一点一点的传承了一本书的样子。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封面也是一个不合惯例的意外，设计师之前做了很多版，罗丹尼都觉得不是那种不拘一格的感觉，最后说服了大家使用小男孩跳过水坑这个封面，因为其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动，这也正是他从零开始做这本书的体验。这样的编辑工作类似一个策划，一个职业代理人，这也许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出版界的新身份。陈凌云老师的出版阅历要比丹尼和加上都深，据我所知他做过的好书有影响书无数，我发现很多读者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有一个办法，你把这个名字写出来，前面再加上主编、责任编辑和冒号，就能想起理想国的那些书了。罗丹尼说，陈凌云是一个作者型编辑，他本身就是作者，而且作为出版人有自己的完整理念，能够胜任各种流程，有的时候还要自己动手画封面和排版。我问陈凌云，你到底是哪一类编辑？他回答，编辑分很多种，有学者型编辑，对于学科有极深的修养，代表就是钱钟书的编辑周振福老先生，他自己是功力深厚的古典文学学者，所以才编得了浩繁的《管锥编》和《谈艺录》。还有商人型的编辑，好的商人编辑不只是会抢热点和掐尖，也具有相当高的市场远见和规划能力，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的那些经典项目同时也是杰出的商人型编辑案例。此外还有匠人型的编辑，传统的编辑最多的是这个类型，他们从处理文本的能力到专业修养都很过硬，做出来的书无愧于书籍这个人类精神的载体。他最喜欢谈的就是自己刚刚入行的时候如何学做一个匠人型编辑的经过。他做过的第一本经典书是当年的新译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虽然不懂法语，也买了一本法语词典，为的是对着数段落和字数，保证翻译没有漏掉哪些句子。当社里要出德语翻译家杨武能的翻译文集时，他和同事认认真真地吵了一架，想要抢到做浮士德责编的机会。他觉得自己要是做了这本书，好像人生可以随时改变。结果是没抢过对方，拿到的是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加盛说，好的编辑要具备一种兼容并蓄的心态，如果只想听到自己想听的，而屏蔽掉批判的声音，是某种意义上的自大和自我欺骗。你看，即便看上去不动声色的编辑，心里也在燃烧着这样一团火焰，才能够成全我们今天读到的每一本值得感谢的好书。